放入标签纸，点击蓝牙打印，这是一款非常适用的标签打印机。它打印出来的标签不仅防水还防刮，撕下来还不留痕迹。 APP 里面有大量的素材模板，还能自定义文字和图案，能满足日常各种使用场景，像孩子的书本、家里的开关、 WiFi 的密码都能用得上，家里备上一个实用又方便。如果之前被价格劝退，现在跳水价格再加，拼多多开箱数码专场力度大，直接击穿行情，给产品开路，放出一批标签打印机新品体验名额，价格方面真的是惊到我了。评论区自己看，我和品牌方谈好了蓝江5000台全新正品标签打印机，我已经把直达通道帮大家放在评论区置顶的位置了，先到先得，抓紧找一个想要的帖子，千万别错过，库存实时更新，只有5000台，链接在就还是有名额，这个又省钱又可以体验标签打印机生态的机会，可别犹豫，赶紧下载。